Hello，我是小西啊。今天呢，小西是一位小仙子，是个橙色的小仙子。这个游戏呢叫《樱花校园模拟器》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樱花小镇的跑车店，我们发现这辆橙色的跑车跟我气质非常符合，非常搭。哇，你看这辆橙色的跑车，简直太酷了，好吧？简直是太酷了。发现后面这辆橙色的跑车跟我这个橙色的小精灵气质太搭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找他们老板聊一下。这只是服务员而已，我们要去楼上找他老板聊一下，把这辆橙色的超跑给买下来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 夸一下他。天呐，状态是什么？是熟人呀，是熟人，他怎么不给我钱？哎，给了我80块钱，老板大气。哎嘿嘿嘿嘿，走喽。小西不仅把跑车给要到手了，竟然还跟樱花老板要了80块钱，这也太那个了吧，太幸福了吧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跑车开出去兜风了。跟我太符合了，这辆跑车太符合我的气质了。开超跑可以直接炸街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没想到这个混合技能还是急刹呢。哇，这急刹！我的天呐，这急刹车差点把我车给搞坏了。那咱们今天视频就玩到这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